They get that doing, doing. Oh. Yeah. Hi, 大家好，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 是我太太季芳。我们的六位公主有一位在睡觉。上一次的影片，我们要去船头市场买菜，要吃点好吃的东西。那这一次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煮年夜饭。好，来，我们开始。我们有搅糙米跟白米在一起，所以会有两个颜色。四杯米要加四杯水，一杯是糙米，糙米要加比较多水。我现在在剥荷兰豆。需要慢慢的弄，因为两边都先弄。加油！我现在要开始做狮子了。Speaking to me, said try. 我现在在洗鱼子，内脏还有肺我都放这边，都洗好了。我现在要把盐巴、糖和蚝油先放进去，然后我要再加鸡蛋。Willows and wildflowers now. New life is found. What a beautiful world it is. Mommy's gonna overflow. Bottom on the mountainside. 我现在要把这个揉成像拳头一样大的大小的球。我把一些的肉丸做小一点，所以小孩不用把大的吃一半。我今天要煮香肠。好，我们先拿去蒸，好不好？嗯，这有点没力。我帮你剪开好了，然后你帮我倒出来。老板说这个是用手切的香肠。拿不出来。是甜的。是甜的吗？对。甜甜咸咸的吧。走，拿整个锅子跟我走。放进来，然后盖锅盖，先放水，已经放，这样快快。Run ahead, Rami. Rami, fist bump. Yeah. Good job. 我们来洗手，有生肉的时候要用肥皂洗手，我来抹肥皂。谢谢。那继续帮我照顾宝宝。我现在要把这些拿去烤。我们换锅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炉子的火比较小，这个炉子的火很大，会烧到它的锅巴。然后这个鸡上面的油很好，因为常年菜需要比较多的油才会很好吃。我现在要卤猪脚，这个猪脚有先烫过，去掉那个杂质，加一点猪油。现在要先上色，我把猪脚先放进去。我要加一点糖，让它变一个金黄色。加糖的话，就会让它变成这个很漂亮的颜色。我这里有准备一点姜、蒜还有葱，平常这个可以爆香，可是今天因为我们的火炉的位置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先不爆香，可是不爆香也还是会很香。好，现在有一些已经都上色了，我要加大概半杯的酱油，还有两大匙的蚝油，还有半杯米酒。我这里加大概500cc 的水，然后这里有葱，
然后姜还有蒜。我这里有准备一些香料，这里有八角，然后这里有花椒、肉桂一点点，还有月桂叶。我放到一个调理包，就不用一个一个挑出来。现在可以盖锅盖了，要煮到它开始冒蒸汽，然后之后关小火煮十分钟，然后就再打开来搅一搅，煮第二次。这种我这已经不好了，这种是胖的，这种是细的。我刚刚那么久，因为我在弄第二种。你看这个很细，这个很胖。等一下我们要把它拿去炒，这个炒比较久，这个炒比较快。我现在要切窗帘菜鸡汤的窗帘菜，要切这么大，因为它也会软掉。是要煮那个大颗的高丽菜，可是在菜市场有看到这个高丽菜心，我们很喜欢这个，改菜单更好吃，更好吃，没错。现在已经开始七七七了，所以我要关小火设十分钟。我要带他去睡觉了。奶奶。拜拜。拜拜。拜拜。你刚刚在看 baby 吗？谢谢。现在那个狮子头已经好了，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好，很好。哇，很多油，我怕烫到。对，小心。通常的狮子头大家会用炸的，可是如果不想要起那个大油锅的话，我们都用烤的，简单版。What are you eating, Olivia? 你在吃什么？我在吃的。好吃吗？好吃。爸爸的呢？我现在剥了20颗蒜头，我等一下放在狮子头里面。Hi, Sarah. 你等一下也要做东西，对不对？你要做虾吗？对，常年菜有一个苦味，我们觉得很好吃。我还有3片姜放进去，因为常年菜是冷的。今天买的这只鸡，我们先用水煮，然后这一只要变成白斩鸡，然后那个是常年菜鸡汤。那我要把它先拿出去，因为我需要这个炉子。那我开小火给它滚。我现在要洗要放在狮子头里面的大白菜。今年过年，你可以继续活下去，不用当我们的晚餐。现在我们要打开来，然后把它搅一搅。你试试看行不行？好。嗯，够咸，够咸吗？嗯哼。嗯，味道很好。这个咸甜味都够，所以我们就搅一搅，再盖起来，让它煮第二次。我在切蒜头。好了，我要先把它拿出去放，所以让他们可以用竹子。
小火，把它这样炒来炒去，炒来炒去。我很喜欢香肠，因为很甜。然后配料应该是你来，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菜怎么样。这为什么还红红的？然后那个丸子放在菜上面，很重。已经快要熟了。How do you know? Because it's brown. Come on, come on.一点颜色就可以了，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把它拿上来，这样会不会？会。这么大。3、4。好，煮好了。那个今天早上买的鸡煮好了，这就是一道菜。烤了吗？今天要煮虾子。你喜欢吃虾子吗？给你放进去，小心会被刺到，小心。哦呀，这就好了，跟你一起放一大点。哦哦，好，这个先放。喜欢，很棒，轻轻的。好，我们现在先不用搅它，给它休息一下。这是盐巴，盐巴可以。我们放一点蒜头，这是我们的。我也看。Secret recipe， 就这样。我们要放米酒，好，一点点就好。你跟我一起放在这里，放一点点。好，这样就好了。好，开始熬鸡翅吗？现在可以啊，那我们先把虾捞起来。拿去放在妈妈桌上。Yeah. 我再加一点颜色在菜里面。我要煎白鲳鱼。我要炒菜。给你加一汤匙就好了，这汤匙。
All right, you know it, Lynn. Thank you. 这猪脚很香。这样来的。他弄那个糖色很厉害。是。他煮的比我还要好。太厉害了。好油亮。再给它端端。That's pretty good, doing, doing. 对啊 like shake. Especially when my hand's super tired from holding up the heavy bowl. Every single way, at least I still have you. That's your workout. Put my money in the jackpot, but I guess it's falling through. At least I still have you.哇、wow, ，girls， 这个是不是我们拍影片做最多食物的一次？对，好像是。这有九个东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东西。是饭。还有饭。OK， 我们来谢饭，趁着热的时候。OK，Let's、okay, pray。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可以享受。你的大大的祝福，谢谢你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求你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充满感恩，让我们记得你怎么恩待我们，求你接近就算饮食，让我们吃得身体健康，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Amen。OK， 开动，刚才在盛什么？我在盛一边煮的汤吗？菜鸡汤，没有啊。我喜欢猪蹄，我现在要盛狮子头。这个豆上面有甜豆跟火镰刀，谁做的虾？哇，这么漂亮，虾子，嗯哼，辛苦了。对，这个菜看起来很好吃。然后再来香肠，香肠一定要配蒜头。然后鱼，哇，好像餐厅里的，阿德莱厉害，再来一点。胡椒盐，这里鱼，好像忘记挤柠檬了。Hi Elizabeth。Hi， 这个是我做的荷兰的，很好吃。我喜欢那个玉米配那个荷兰豆，很好吃，而且咸味还有甜味刚刚好。你喜欢那个胖的还是瘦的？胖的。我要吃虾子跟肉，跟这个玉米跟菜跟饭跟肉跟菜菜。Okay. 好，你先吃玉米。嗯，咬咬。你有没有吃到这个豆豆？你拿一个。有。你喜欢什么？胖胖的。胖胖的豆豆，喜欢吗？喜欢。玉米也是。好，你继续吃白鲳鱼，有沾一点胡椒盐，还有一点柠檬。白鲳鱼的肉很细很嫩，所以我很喜欢。Good job, Adeline。我们没有见过鱼，对不对？拍影片，拍影片好像没有见过鱼。Great job， 成功了。谢谢。现在要吃香肠。炸的。是甜的吗？你刚刚说你喜欢吃香肠，因为是甜的。嗯，好大口，现在不能讲话了。Hi Joanna， 你吃到什么调味料？我吃到这个虾子的口味是蒜头还有米酒。嗯。还有盐。高丽菜心，很好吃，很脆，然后又有蒜头的味道。这个是 Joanna 煮的常年菜鸡汤，看一下，我里面有放一点饭，所以是汤泡饭。天气很凉的时候，就喝热汤就很舒服。我
们家很喜欢常年菜的味道，这是过年的常常会吃到的一道菜。Great， 鸡已经分解好了。叮，这只鸡很漂亮，油油亮亮。好，大家可以拿鸡肉。亲爱的，这是你的。好，感谢感谢，好丰盛。我要给你们看了我的盘子，亲爱的，谢谢你帮我添。所以我下子最后吃，因为我吃有壳的东西吃得慢，我先吃一口 Bethany 做的狮子头，肥嫩多汁。嘿，它是阿嬷狮子头的味道，厉害哦，厉害！我最喜欢吃的香肠，先来配一点蒜头。台湾的香肠跟美国的不一样，台湾的比较甜。如果是在美国吃德国式的，要配芥末，比较咸。那美国的早餐也有一种香肠是比较咸的。所以台湾的，如果你配蒜头，我觉得黄金比例。为了健康，吃多一点菜。这个是高丽菜的心吗？嗯哼，好吃。China 做的 tea， 这个鸡不错。现在吃一点 Adeline 的鱼。这个里面有刺吗？有一些。好，要小心。它是比较大只，嫩嫩的，好吃。Yes， 常年菜鸡汤，很油，美味。我的亲爱的 Adeline 老大，棒爸爸，剥虾，新鲜，有米酒味。我最喜欢就是别人帮我。我的虾好丰盛，我现在要 crunch。 哇，你炒的菜非常 crunchy， 还是你要？那你可以吃，很客气。你也在吃虾吗？不是呀，是 Alan 帮你剥的吗？不是我啊。你喜欢剥虾吗？为什么我们家的女人都喜欢剥虾？因为很软。嗨 ，Joanna。嗨。你为什么坐这里？因为刚刚艾文在拍你在吃饭的时候，我没办法坐在他的桌子上，因为他有他的盘子，所以我就坐这里。所以你很可怜。嗯，没有，没有，这个很舒服。很舒服吗？对。OK。那个是你做的鸡汤吗？对。如何？如何？很好喝。很，这只鸡很肥，所以很多油。还有窗帘菜很好吃。嗯哼。你小的时候，你妈妈会准备什么样的年夜饭给你们吃？今天的菜大部分都有。那我妈妈还会多一个。海参有点困难，而且好像是用干的去泡，然后要再煮，然后要用很多高汤的东西，太困难。你呢？你在台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过年的经验？好像刚搬来的时候，这个是读完大学回来台湾第二次的时候开始工作了，我在教书。那我记得过年放假，我有一次发烧，然后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没有声音。我就住在我的套房里面发烧，觉得快要死掉。然后有 一位警卫，一个伯伯来敲我的门，给我一个粉红色的一种饼， QQ 的红红的。哦，是寿桃。有可能里面有红豆吗？
对，对，对，那就是寿桃。对我来说是很感恩的事情，自己一个人生病不舒服，然后有人送给我吃那个东西，所以不错。我怕台湾的医院很贵，像美国，所以我 不敢去看医生，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健保。后来我生病一两个礼拜以后，觉得算了，一定要去挂个急诊。后来去，然后医生看得很好，开了一种药，做了很多的检查，然后之后才几百块自费，我就很郁闷。早知道我就应该要一开始不舒服要去早一点去看医生。Yeah, 那个可能是过年的一个影响很深刻的一个经验。So, 不过谢谢那位警卫伯伯雪中送炭，让他感觉到台湾的温暖，非常温暖。对，认识你们的家人之后，去你爸妈家，他们预备的年夜饭非常丰盛。你妈妈在厨房里面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小小的厨房可以煮出来很多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东西。没错，我妈妈还会，好像还有麻油鸡，对不对？阿妈还会弄麻油鸡、炒年菜、狮子头，这边全部的东西再多加几样，对，厉害。谢谢阿妈教你的女儿怎么煮饭。我会的都是她教的，希望可以把我会的也交给我的七个女儿，以后我的孙子就有好日子可以过。他们今天你看这样子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对啊，真的很厉害。以后过年就算如果在美国还是在台湾，他们可以准备一个很丰盛的年夜饭。妈妈们把你们会的东西传承下去很重要，要是你没有教他们就不会。对啊，无论读书读得多么的厉害，还是要传承一些你会的东西，让你的后代可以接受到一些传统的菜，还是一些传统的手艺。Yes, yeah. 不一定要餐厅的等级，就是简单的也可以，还是去买一个香肠，配蒜头。买鸡来炖一个汤，所以不用很复杂。如果煎鱼对你来说太难了，没关系，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家庭会很享受。然后的确在厨房工作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不过家人会感觉到你的付出，然后会很享受。而且家常菜小的时候吃，长大就会有那个味，吃东西的味道是会有记忆的，会有回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长大吃到一个东西就会想到说，哦，这是我妈妈还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的味道。对、yeah. 所以在家里用餐非常的重要。等一下好像有人要下来。我听到声音了。怎么还没有下来？赶快下来。好。嘿，谁下来了？你今天去那个房子做吗？ Sophia 下来了，我们的老七起来了。看我们的山珍海味，以后你再吃好不好？只能给你一点。好不好？年夜饭，新年快乐。刚刚我说很多人就是小的时候吃的东西，然后那个味觉跟闻的嗅觉都会有记忆，所以长大以后吃到一些东西就会觉得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觉。那所以我觉得常常在家里吃饭，然后妈妈或爸爸还是一起就是煮一些家常菜，让孩子们有一些回忆，然后长大就会觉得很幸福。Yes. Yeah. 鬼鬼祟祟的。Hey. 出来吧。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从小都没有过农历新年，吃很大的餐，平常就是圣诞节、
感恩节的时候，然后刚好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吃热热的食物，然后心里面有温暖。我们喜欢过年的时候吃很多很麻烦的东西，慢慢聊天，然后就那里啃瓜子，还是吃那个年货大街里面的一年吃一次的食物。嗯。Alright， 今天年夜饭的影片到此为止。现在换公主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晚上吃到的最喜欢哪一道菜。好 ，Adeline 开始。我喜欢 Elizabeth 炒的那个甜豆，还有那个荷兰豆。我也很喜欢我卤的猪脚，因为我超喜欢猪脚。Alright。我喜欢 Elizabeth 炒的那个高丽菜心，我也喜欢那个 Jenna 煮的那个汤鸡汤。Good， Jenna。我喜欢 Adeline 煮的鱼 ，Sarah 煮的虾 ，Elizabeth 煮的高丽菜心。Great， Elizabeth。我喜欢 Adeline 煮的那个猪脚吗？猪脚，还有 Jenna 炒的煮的饭。吃饭吗？还有something else？ No, no, what is it? Adeline, 故意的。不是，还吃什么？真的炒的。看看。对，真的煮卤的，烫的，常年菜，还有我煮的甜色。嗯。Okay, good. 我喜欢Elizabeth 煮的甜豆和荷兰豆和香肠。香肠，对，你做的非常好。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那个香肠跟我的虾子跟我喜欢那个红的basket 的东西，叫那个狮子头跟汤鸡菜跟蓝蓝的鱼。哇，你都喜欢，很好。什么？你喜欢吃食物泥耶？ Yeah, 好。亲爱的，你喜欢什么？哦，我也很喜欢 Bethany 做的狮子头，做的非常好。然后常年菜汤，让我想到童年的味道。Yes. OK. 今天晚上我可能最喜欢吃的是狮子头，接下来是香肠。那个菜应该都很好吃，用猪油。到我要吃的时候已经冷掉了，所以有一层猪油在上面。任何热的时候应该会更好吃，都很美味。你们全部的人做的东西也都很好吃。现在换你们在下面留言的地方分享一下你们过年年夜饭最喜欢吃哪一道菜，请跟我们分享。我们全家要祝福你新年快乐，拜拜，万事如意，平平安安。红红红火火，事事如意，恭喜发财，还有大吉大利，恭喜发财，拜拜，新年快乐。OK， 我虾子最后吃，因为我弄我。谢。There has mosquitoes. I don't know. 白斩。不知道哦，好。重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让这个压力锅快速放气，排气。猪脚好了，我要。现在那个狮子头已经好了，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Of East Tennessee, I heard God.Speaking to me, he said, child, look all around, what a beautiful world.